你把股份吐出来！嘿！啊，是要吐什么啦？我今麦贵阴区哦，一千五你都无呢。啊，无安尼啦，让你超辛苦啦。你若超会出来什么哦，拢送你啦。你差点要把我阿公头死，搁家己踢笑，我就先找你算账。就算拍袂出你身躯底的钱，嘛爱拍到你喙齿。小杂毛啊你！我不准你拍我妈。老公，你是好阿妹啊？可恶！真是你啊！可恶！本菜啊，你真厉害！小雨，你搁当中先甲我查落来，就是叫我等下甲我母伊红还家唔，好啊。即摆已经完煞，查落来咧，要告我先，还是要告我啥？钱啊，也无咧我的户头内底啊，早都已经洗出去啊。我再讲啊，拍完官司了，我就当豆豆啊响应啊啦。啊，即摆是安怎？我回家，无恁大家做伙算啦，算是我小看了啊。彭彩啊，文英、万新敏，林公甲水甲全部是要笑破人嘴笑。林公要替白汉娘报仇，林敢知伊是谁害死？就是你的后生廖凯宏啦，廖凯宏就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敢讲恁拢无认真甲想过，凯宏想要杀死白汉娘。阮爸在世时阵，伊就一直足无介意廖凯宏的。恁两个吼，一直拢足袂合的，所以伊替阮爸出代志的时阵，去甲伊补一刀，这嘛是真合理的代志啊。凯宏专工去杀白汉娘，然后伊靠做加一个钱出来，恁拢无怀疑过，钱是谁给伊？你的意思是，有人提钱给廖凯宏，叫他去杀汉良。伊的口座形容加出二三十亿出来，谁有才调一口气给伊这多钱？白汉良的命无值这多钱，啊，不过哪会当把这个罪诬赖吴依林，安尼就给他。你通知吴依林去救吴新泰，你阁叫阮赶紧把吴新泰刷走，而且你阁掌握每一个人的行踪，阁叫廖凯宏先埋伏伫个遐，趁机会把汉良杀死。你敢袂想想济啊？看你着把白汉良杀死啊，伊也无断我的路啊！只有你有办法会当知影大家的行踪，嘛只有你有能力会当事先安排，嘛只有你会当提出这么侪钱来。你嘛较拜托的，莫因为廖建坤哦，凊彩讲几句啊，恁就会使人着啊。廖建坤啊，莫伫遐哦，甘话无天啦。有在场，你即马就叫你的后生来我的面头前跟我对质啊，叫伊讲哦，到底是谁？叫伊杀白汉娘的，交代好清楚嘛！你莫搁伫遐讲废话啊！廖凯宏已经跳楼死啊！伊袂搁活咧，回来跟你对质啦！无需要套房啊！今仔日我就伫遮甲大家讲，就是你叫我甲白汉娘杀死。Go! G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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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!
起来，起来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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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，你不吃鸡你，要跟你要鸡死哦！你家母这出来，你有够下面你。是我自己的吧，我是怪我，我临时帮我，是，好，那我着，你马上死个一边啊，怪的呀，会当重新开始啊，啊？地公伯也还袂想要搞收去，所以我得来这讲出事实。方才谢，今仔日咱任何一个人，绝对拢走袂去。龙彩啊，你竟然叫人去杀汉良，你背汉良的命，你小杂货，小杂货，你来啦！王新明，加油！方太霞，加油！吴依依，加油！好好，别怕，拢别怕，拢别怕，别怕啦！好啦！就是我教唆杀人，你管怎？人是廖凯宏杀，不是我杀的啦！我没有代志。你无可能无代志，我会把你的罪证全部拢讲出来。你这个人哦。实在有够无道德的呢！竟然哦，无要甲坐担落来，你得坐我，是当得到什么好处啊？你若乖乖担坐哦，我可会甲买款给你啦。啊，不过你即马甲所有代志拢讲出来，你手头迄三只叶咯，一边就是不法所得，搁还透露出来呢。啊，天底下哪有这款这样戆的人做这款戆代志啊？只要会当甲你拖落水，我大家拢叫我乖，安尼就算我戆，我嘛会搁较真欢喜。阿华姐讲，你做美梦啦你，我特别给你的迄二十亿哦，会当请真侪真厉害的律师啊，而且哦，因替我拍官司了，我会当轻松解脱啦。你提早五千钱来过婚，毋是合法手段。即我提出，你威胁阮阿公。要阮爸的影片给警方，你全部钱拢会吐出来。是要吐啥啦？我唔是讲过啊，我规身躯拢无钱啦。只哦，大部分的股份都已经卖出去啊，嘛藏在恁找袂到的所在啊。你个股份卖互谁啊？卖互谁？看哪会记的啦？啊，就想买，我都卖给伊啊。而且我介绍也卖较足价，足价啊，你真正把股份拢卖掉了？哦，你五商集团唔着给别人来做主啊？拜托的，啊，你到即马搁还袂认清，你已经唔是五商集团主人的事实咯。恁大家哦，啥物拢唔是啊啦？啊，哪个？就当摕恁的钱来甲恁拍官司。比看卖啊，谁的超能力比较大啦？我保证啊，官司拍到最后，一定是我会赢啦。而且哦，我嘛会翻头过恁啊，凡事哦，
我刚才得到一大笔钱哦，来作为补偿我的精神损失嘞。帮啰嗦。你讲的遐个股份，拢是我买。你这做兄弟哦，真正足讲义气的呢。啊，是讲哦，不管你买偌济股份，啊是要送互相，跟我都无关系啦。上重要的是哦，钱有伫我的户头就好啊。感谢你愿意让我变现呢，感恩。你唔当就早甲我感谢啦。哦，你离开迄户头哦，不管是啥，拢互金管会。冻结啦，一身钱拢领袂出来啊！一直到调查到最后，迄户头要靠你当叮当的。你讲啥？我讲你户头哦，叫金管会列管，你起码一整五年吼，拢领袂出来啊！调查完了哦，要请主人会物归原主，还是哦，迄原主就是我。然后呢？遐股份哦，我全都害乎物价。遐你用心计较，下无赢一场啦。我嘛拄啊好吼，会当弥补我无法度甲飞鸿影斗三工这个遗憾。我顶多啊甲你说多些呢，好有这个机会哦，嘿，会当有这个好的表现。不是啊。我今日遐钱拢去花去，搁我户头下底啊！你确定我是花去你指定遐户头？你详细想看卖吼，遐项目吼拢是假啦，是我叫骇客吼，你是假户头，真正遐户头哦，金管会啊，过条条的。嘿，你要出国，加在是陈忠信，甲你救上来，你若真正飞出去。辛苦无半仙，后果唔过啊凄惨。真好啊，我知哈，我要搁阮拜天娃。啊你咧，你啥物拢无啊？你连路送车袂起啊？我钱，你搞我钱啊！你搞我钱啊！我辛辛苦苦交不来钱。我的钱，我的钱要我，要我，要我！你先老实的，你肯定钱好不好？你干嘛老一条最后自己？那钱本来就不是你的，你本来是幸福家，有什么好不讲话的？我无钱，我无钱，我什么都无，小雨，我什么都无，我不如跟你。拄吃一只的一切啊，拢已经录音录影。你所做的代志啊，嘛已经留下证据。即马甲相关的人拢抓起来，我再来警察局厘清案情。我什么都没做。我什么都没做。